你来了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还说没有，眉头都打结了。我知道白天越级上报是我不对，可是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也很意外董事长会把我叫过去。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生气，我是因为有些别的事情心情有些差罢了。你不是说我们一百天纪念日吗？讲完了很久，故事也没说完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本来呢我想用火彩明亮的欧泊石做领带夹，可是我的钱不够。后来想起之前收藏了一对精度不错的月光石，正好可以给你做袖扣。你看，这像不像一轮圆月？月圆人圆，希望你的工作和生活都能圆圆满满。全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。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嫌弃也不准说出来啊。虽然我知道我的手工比不上工厂的师傅，只要有你，我才能圆满。所以你永远别想逃离我的生命，因为我很自私的。我需要你的温暖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去哪儿？我们去庆祝一下高大设计师大放异彩的开始啊。都背半天了，放我下来吧，别人还以为我受伤了。哦，你不累吗？我不累啊，就算累的话我也不放你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你跑掉。怎么会？怎么了？啊，该不会……没错，被拖走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就让你坐人力车回去喽。走。